卡了，看了，哦，什么情况？你们总说卡出去了，然后我被卡出去了，我卡了之后，然后我进自己房间，他说我重复进入自己的房间，不让我进，没办法。对啊，我你算是丢了吧，我被卡出去了。对，自己把自己卡出去，好吧。不过没事，我回来了。我还在想呢，我怎么也不能再一次的，就是不明不白的就结束了，像上次一样。我这次手机明明有电的，我插充电宝了，是吧？而且上次起码结束的时候我说了，我说手机会没电，一会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退出了，这就走得太冤枉了，所以我又回来了。没有，是，我被卡出去了。充电宝有的，我只不过有的时候忘带。现在是多少人？17.7万人。就肯定刚才有好多人已经走掉了，因为是，哎，怎么又不明白又结束了？算了，以后再也不看他直播了。哼。哎呀，刚才我也没办法，我都说我被卡出去了嘛。剩下一大批人在找你。突然感觉背后冒凉风，一大批人在找我。就好像在上学的时候，有好多人在找你，放学别走。没有，我不是打电话，我被卡掉了，然后进不去了。进去的话就说我那个不要重复的进入自己的房间。我说我就没在房间里。放学别走，放学小树林见。我不是高三二班，其实高三班当时是举个例子，我是高三十一班。后面有人找我，后面有人找我，那应该是老师。哎呀，好吧。对了，今天我们有一个事情要说一下，现在是24万的人差不多。12月25号是那个放肆一下的。是移动什么名字来着？移动视频风云盛典，然后到时候我会有到场，所以说今天在这里呢，我要抽3个名额，然后这三个名额会就是得到免费的门票。对，因为在北京嘛，所以说尽量如果能抽到在北京的粉丝会好一点，毕竟当天是圣诞节。这样，我抽的方法就是，我有一会儿我用，等一下啊，我用这个手机截屏。截屏的话，第一个，我截三次啊，每一次的第一个就送免费的门票。我这么有延迟呢，我自由回声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开始了啊。我不看这个手机。我不看这个手机，然后姐啊，我给你们看吧。记住了，是三次，第一个啊。先接第一个。三次第一个，第一个啊。先接第一个。
好，我截完了第一个，我看一下啊。哦，这样吧，一会儿一起公布吧，我去把三张都截完吧。好，第二个啊，手机放在这里，我没有作弊啊，我没有看啊。好，第二个已经截完了，现在截第三个。好，三个都截完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一会儿把这三张截图公布在官方上面吧。然后这个第一个，是现在说还是第一个？好，我现在先念吧。这三张截图在这儿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个能看清吗？应该很难，我觉得。应该看不清，我先念一下啊。对，我们横屏不算啊，只算竖屏的，竖屏第一个啊。我把三个人的 ID 念一下，第一个 ID 是青雨加小新，第二个 ID 是 IAN 倩倩，第三个 ID 是。第三个这个只有一个，你看第三个只有一个话，所以说你恭喜你叫长亭风影。好，我再念一遍这三个人啊，青雨家小新跟 IAN 倩倩，还有一个叫长亭风影，这三个人我会送到25号移动风云视频盛典的门票，移动视频风云盛典的门票。然后会由轩轩的微博发出去，然后到时候会跟大家联系。这三个人你们有认识的吗？还长亭？看，我看有说长亭认识啊。为什么叫长亭？是因为？古道吗？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应该是吧？哦，这做视频的。好的，眼睛有点红，那我休息一下了。今天就到这里了。然后这三张票的话，会由轩轩的工作博发出，然后我会跟大家联系的。期待到时候能跟你们见面。然后一会儿我也现在也要把最后。剩余的妆发弄完，我晚上的话也会跟大家见面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拜拜拜拜。难忘今宵，难忘今宵。